我吃刚刚那头的那白色呢。33号瑞芳红娘频道。10:12说话的是有泪擦的墨。等下会有列车吗？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哦，算了。对，17:08吧。啊，哦哟，哎，不用嘛，我的2次收领发车奖本，应该凤林的不用嘛之前哈，我看。拜拜！1131幺点三八，远东朋友，远东朋友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24。昨天发车奖杯让他受风，啊，凤梨啊，凤梨，然后24。昨天发车奖杯让他凤梨了，1131幺点三八，远东朋友好，远东朋友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在瑞芳，瑞芳红桥路停交道。通过了我的22次，还蛮开心的22次。10:14，在瑞芳红桥边已经通过。嗯，好，好久没拍到转车器了。原来是22次树林发车将北回香港说。我听完三一，听完三八，有男朋友，有男朋友，不用把自己好，在瑞芳碰见不想到通过。17:08在洛阳站停车带。来了，我的21次，彰化发车将3000港花莲，哎呀，花莲发车将3000港彰化，他普悠嘛这样啊，27次，准备通过。2023年2024普悠嘛这样啊。拜拜，我的天，2023年天佑2024普悠玛这样27次，欢迎八大江山香港彰化的普悠玛这样，在北方朋友频道已经通过，赶快再见，拜拜，10:16。我的换11784，受领发车奖，沿线看数二百圈的，有700下包圈的都没通过。171171阿宝全都车网。
拜拜。也好久没看到七零和七零一，阿宝全都抽了，那七百斤阿宝全都。十一七八四，收听八大江央香港所有的 ENU。好，八八大江，刚才是在讲吗？七零和七零一，阿宝全都抽完，终于来到让红娘漂亮一通了，刚才是在讲吗？